听说爬山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男生的真实面目，因为爬山的时候非常累，男生就会卸下伪装。走，叫赵峰爬山去。赵峰，天气这么好，去爬山吧。你没发烧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么冷，人还会去运动？去爬都不想去。等我十分钟，先去收拾东西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来了来了，很困。你带那么多东西干嘛？快点！好晒啊！我一个下午待会就晒黑了。我给你伞，我帮你拿着伞，你涂防晒。还好多蚊子啊，我崩溃了。还好我带了花露水。来吧，喝口水。这个水杯好好看哦。对啊，而且乐扣乐扣人鱼线水杯很轻巧的，容量也大，我就想来运动时候肯定能用上，很靠谱。走吧。气死我了，这个天气就应该在家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，为什么我要来爬山？适量的运动对身体好。那我给你人工降温。你本来就没气了，走吧。西瓜，你要吃小面包吧。你还带了小面包，来顺便喝口水。我很懒，我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就知道你还偷懒，给你挑这种一键弹开的。嗯，可以。我喂你。你好像哆啦 A 梦，给我看看你的百宝袋有什么。创口贴、充电宝、云南白药、创水的衣服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好厉害呀、啊！平时我都没有发现你这么细心。越是这时候越能看出我的靠谱。不行，我真走不动了，真不走了，走了回去。我背你端，来都来了，不上去看一下风景？真的吗？背我。我骗你了，张家峰，你妈的脸到底是谁撒出来的？不会了，放心，他有锁扣的。走了，嗯，充满力量。